我是公共列车的那110年六月三号，稍等稍等，6:53所拍摄的是2134之中三杠加一的，喂，那圈了，这有一个，哦，又是二代微小圈了，啊，哥哥，你有看到我传给你的吗？啊、哦，傻眼，延到七月了，星辰纪呀。啊，星辰列车，你不是原本6月下去吗？现在6月你忘记了？对，现在演到7月了，有趣。对呀、啊，被卡住。你要说这样比较好的。我刚快死了，还不让我看到四车。现在竟然开了，那还可以试运转呢。开很久。可以，还可以试运转呢，开很久的。好，各位，你好吧？好。那8890。我到二站回家，我全都2134，就餐饮港加一，在双档关闭车门喽。我到2134，就餐饮港加一的8890，我到回家全都在双档使用。这就拿包了。